成班朋友一齐开 party， 梗系唔少得美食同靓酒啦。今次我哋喺 Chef Choice 度订咗好多嘢食，每个朋友帮手煮一样，加埋煮咗成台嘢食，开心到爆啊！最满意当中嘅虎头扒，先轻轻煎下，再放入焗炉焗下，就睇下成品个样子都知好得啦。成日食到会食到厌，买嘢翻嚟自己煮，質素更加容易控制。见大家食得咁开心，煮个个都甜入心啦。另外嗰度嘅烟三文鱼香肠都几高質素，一于买埋嚟试下先。好啦，要而家开饭啦，下次见。